突然间开窍了，这么大一个盒子，一个人扛得多累呀！唐薇薇果然很喜欢我，好像有声音。女人就是口是心非，你终于想清楚了，甜甜的恋爱也要轮到我了。哥们儿，我知道我是爱，但你也不能喜欢我呀！你说什么呢？要不要脸？谁喜欢你啊？你才不要脸呢！真是的，两个大男人能不能保持点距离啊？还卿卿我我的，要不要脸啊？我呸！昨天害我丢脸，今天又来冒领我的表白。昨天我生病没力气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！干嘛？放手啊！我太……放开我！谭薇薇。我对你的忍耐度可是有限的，我知道你们女孩喜欢作来作去，但是在我们董家，请收起你的大小姐脾气，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好媳妇好老婆。你怎么这么不懂礼貌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老看手机什么意思？把手机还我。你是不是有别的男人了？喂喂喂，怎么了？我说把手机还我。你怎么还生气了？我就是看看。还给我！我不给，我是你男朋友，我就应该看。我就不给。哥们儿，我今天别碰我！哎，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。你还给我！我不给。你把手机给我！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不给你，放开手！林英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我妈妈都敢打过我。今天不但要打你，我还要打到你进医院。我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林英，别过来！你的手机。他别打了！你看，他把薇薇姐手都掐红了。兄弟，你为什么非要多此一举呢？非要大家一起写检讨你才开心啊？好兄弟嘛，有难同当。我。喂，哥。不是我闹事儿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是林然他们。儿子，儿子，你们把我儿子怎么？妈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这是违法的。唐薇薇啊，你说说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儿子好好的给你送彩礼去，他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了啊？老唐可是把你夸上天了，哼，原来是骗我的。阿姨，您误会了。误会？啊，你是说我误会了你跟这小白脸不清不楚的是吗？您这么说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听听同志，听听，他承认了，一个姑娘家家的跟一个男人勾三搭四的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我儿子老实，你是使劲欺负是不是？说话注意点。怎么了？我说话怎么了？你还想打我呀？妈，他打我，你看见没有？他打我。阿姨，你起来，起来。哎呦，好痛啊！阿姨，林然是我弟弟，且不说我们没有不正当的关系，就算有，也和您还有您儿子无关。我已经解释过很多遍，我和董先生只是朋友。不不不，连朋友都不算。只是萍水相逢，你们却一而再的来打扰我纠缠我，今天甚至更是大打出手，是不是有一点不要脸？你说谁不要脸？那既然我们都不喜欢对方，那以后最好还是不要联系好了。今天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，但是我会保留追诉的权利，希望不会有用到的一天。走。轻一点，我能管你就不错了。
还挑三拣四。上次看书上说，眉心紧收，下巴微绷。微微，你是不是在担心我？所以我说让你别去相亲了。没事，大不了以后别见他了。那我的毕业证书就更不可能了。哎，不就是一张毕业证吗？其实如果不去考博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。简单，我帮你搞定。但说好了，我如果帮你的话，我得收好处。什么好处啊？以后叫哥哥。啊，等等等等等等。等着，林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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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，哦，你来回答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美术的发展特点是什么？清虚风情。季寒，说什么呢？站起来。情绪风景。林然，你来说一说新印象主义画派的特点。根据光学科学色彩三原色的原理，反对在调色板上进行调色，主张色彩分割，所以新印象被称为点彩派或者是分色主义。下次专心听课。嗯，下课。季寒，你饿吗？我给你买了蛋糕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咱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季寒学姐，我知道附近开了家新店，是吧？怎么，当我是死的？你说咱们一起互相挡桃花那么久了，还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，这些人不行啊。怎么，你有事儿啊？对，你待会儿啊，替我两节课。什么事儿啊？最高机密，禁止外泄。走了。听话啊，一会儿回来给你带奶茶。喂，赶紧出来。说了要收好处的，你不陪我玩，我凭什么帮你啊？还想不想要你的毕业证？怎么样？怎么，你是打算在游乐园帮我找毕业证啊？你知道方特被称为什么吗？什么？东方的梦幻乐园，全是高科技。挽在一起，彼此更亲密。你也挺懂的嘛，但我不是为了跟你亲密，我是看你最近太倒霉了，所以才带你来的。嗯。哎，我其实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嗯，比珍珠还真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是不是得捞点好处？我最喜欢兔兔了。这还差不多。走。怎么可能开心的起来？想到你只能看不能吃，开心不起来。要不然再试试脱敏治疗。
准备好了吗？怎么样？别抓了，别抓了，乖，乖，听话。这么多人排队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来了！这么热闹，这也不好吃。你尝过吗？就敢说人家不好吃？不用尝，我都吃的。你要开家店，保准比这火。能把甜蜜传递出去，当然好啊。可是我现在……你现在又考不了博，索性呢，你就开个店吧。要不要考虑考虑？谁都不能阻止我考博。好处给你了，说到做到，别忘了我的毕业证。满足你。睡觉呢，睡觉。等一下，把门带上。好嘞。我真是信了你的邪。据大数据统计，男人是仅次于猪以外最不靠谱的物种。现代社会，女人还是应当自强。美术系林然同学，你的朋友在校园里。这个人叫做林然，如果大家见到他，请他来操场上找我，谢谢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找他干嘛？我把他当兄弟啊，然哥。哎，别跑！然哥，哎，别跑！别人追杀了我！啊！救救我！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惹上了什么社会上的人呢？没有。如果是的话，我就帮你报警。就是我一个同学，这儿有点问题，一直追着我，缠着我不放。唐叔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刚在相亲角。挑了一批精英，这个985硕士生，学历相当，长得又帅。这眼睛太小了吧，跟没睁眼一样。有生出来的孩子基因不好。那这个呢？公务员，啊，福利又高。你看他这肥头大耳的，好吃懒做这种人。你看这个酒糟鼻，不讲卫生。这个太黑了，太够了，够了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，小然？我的眼光有这么差吗？去。叔，我跟你说吧，如果两个人第一印象就不好，那后面的发展肯定也不顺。这些残次品，我就帮你扔了啊。那我明天再去找一批。叔，薇姐条件这么好，我
姻的事可以再等一等吧。而且薇薇姐也才28。才28？她配用才吗？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。如果真的嫁不出去，我可以娶她。嗯，好了，别闹了。那我这几天就搬过来住吧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就这几天搬过来住。谢谢叔。几天了，你到底能不能帮忙？对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住这边？我高三以前可是一直住在这儿的，我现在回来怎么了？你还想不想要毕业证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等我好好酝酿一下，到时候放个大招把你毕业证给拿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肩太酸了，谭薇薇。过来，给我好好捏一下。好啊。我先上。有种你不要出来。在这个时空，那一个笑容是你的面孔，时光总是那么匆匆，每一刻和你的小时光，你看我的眼神那么难忘，总是让我感到有些慌张，只要你陪我，永远不会失去方向。林然，你班主任打电话说你这两天没有去上课。小然呐，你怎么这几天都没去上课啊？唐叔啊，你最近去相亲角了吗？哎，薇薇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呛到了吗？哎，让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呛到了多不好。按照你上次那个标准呢，我就没找到合适的。哦，那。唐叔，别找了，你看看我，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，而且文艺兼修，堪为良配，是不是？吃你的饭吧，不用那么多废话。然哥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哎，你别走！我跟你说，我已经等了你3天3夜了，你就帮帮我，你就帮我跟我哥说一句，说你原谅我了。他要是再不恢复我银行卡，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活了。你就帮帮我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缠着你了。行吧，带路。请哥。表哥，我真的已经痛改前非，认识到错误了。不信你问林然，对吧？对，对你个头！金先生，我觉得你在限制他财务自由的同时，也得限制他的人身自由。这货不仅跑到我学校发传单，而且还害得我有家不能回。你先坐下。表哥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其实我对不起啊，以后我会看好他的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小事儿。对了，唐薇薇是你姐姐吗？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唐薇这个人啊，情商特别低，还喜欢说一些让人生气的话。最主要的是她喜欢说谎，这样差劲的女人啊，你就别打听她了。对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你。怎么惦记唐薇薇的人这么多呀？我都22了，也该谈恋爱了，是吧？准备好，我要帮你拿毕业证了。
小然，我在相亲角又招了一批小伙子，来帮我看看。这个不错。哎，这个很帅啊。唐叔啊，我每次看你去相亲角，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，我也不能瞒着你了。哎，干嘛鞠躬啊你？薇薇姐，她其实有男朋友了，就是一直没来得及跟您说。是吗？谁呀？小伙子长得怎么样？哎呀，薇薇真是的，这个事情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姓林，184-22。别瞎说，这不是你吗？不要胡闹了，说正事。你说真的吗？嗯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别瞎说。我也什么不行啊，唐叔，我跟薇薇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挺好。你跟薇薇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你算是她半个弟弟，她看着你长大的。小然，怎么薇薇跟你一起胡闹呢？哎，真是。唐叔，薇薇怀孕了。